啊，对啊，喂，还一块六包无去，几块拢无去哟吼。来，我看过，啥物事？不过伊啊。来，恁这拢买买啊，这拢无啊。听好啊，这拢剩一寡寡，恁去买买。啊，这也是谁啊？感谢恁啊，真正感谢恁的支持。来，保利龙，保利龙好啦。保利龙包起个者。来，这这三箱拢剩一寡俩，我紧买买啦吼。来，来，我上个都是。来，哎，放心放落，我办过。来，到人现场要食啥无？ 这鲍鱼这退冰内当食拢免煮啊，这是了以后我两个五百块，来我免五百四百来升价钱，你三百我咯，你客气啊，客气啊，是个客气，三百几万块，那后面这鲍鱼也无三百，这条够送你哦，这条够请你，这条够你，这条够你，唔免五百块，你搞咩三百，我这条够送你，来个少些人计三百好无？鲍鱼这退冰内当食拢免煮啊，哎呀，这条够你啊，加食看，边个豆豆食三百，这五百，三百四百来五百，来个后面鲍鱼也无三百。 他说要有三百，够要吃无？你看两百块要试吃看看200块，鲍鱼两百试吃无？200块啥价格？200块两百试吃，拢有啊吼。谢谢，来几包过你啊无？意大利面啊，有啊。来我先买这啊无，去单单来先买。你看两百买买我现成哦，这大条这种切咧上好食，香香啊吼，咸咸啊配方上盖赞，这薯条餐一条切到180，啊做830加830或者。 那你要吃现成的，卖三百，第二个升价钱的200了。我现成无吃，当退钱哦。200块算要吃现成的，四个人加五个人加，200了要吃无200块。这条够送你，这条够你，这条够你，拢无啊，升价钱的人加，无吃的一条来退钱，四条全部五个人加，真正的落啊，来200算要吃200块。来，要吃现成的无200块，来现成够了要吃200块，了200块，了200块，2468，一个200块的话者。 请啊！请啊！一包我这个无做，来，你有买物件手摇摇，这条送你都是，给他们吃。有买物件手摇摇，送你们，给他们吃，好吃来搞，要吃条我做。来，有买物件手摇摇，送给你们吃，不用钱。上，有买物件不要我送，有买物件来上，来上。有买物件手摇摇，送给你们吃。上面上来看一下，就上来。物件卖讲客家卖无半下，闹鬼啊！ 民族问题，个人有那个有买物件无上台无？是去集中无？他说可不可以先给他，等下再买，他要买他吗？什么先给他？啊，我先，他不要。少，给他嘛。来，收起来。来，收起来。啊，过来，边上。玉米龙虾刚刚有。玉米龙虾哪边了？好不好？没得了。下面玉米龙虾。最好我。 你迄个黄金，啊，玉米拢讲180了，无包180块，200，200块有无？200块，200块有无？无，啊，多少钱？200块了，啊，啊，搁来买啥？意大利面，意大利面去啦。啊，嘛剩少点拢无啊。意大利面嘛无啊，你若有买一箱的，有人加买一箱的，煞会剩一寡嘞。然后我还讲剩啥物口味番茄，来青酱，还有明太子，三包你180，买啥物口味改动？ 够一包啊！够一包，你啥物酱？番茄一包，番茄一包，够两要食意大利面了无？三包180了，真正好食哦。够两要食意大利面无？三包180了。番茄啊，要不要番茄？好，够两要意大利面无？来，黄酱一块，啥物酱？两个人客人啊，剩2包了，拢无哦。 这一包只好超过1000哦，欸，我一个人报过一件代志啊，这包我剩5倍了，无要卖啊，哦，无要卖啊啦，我有甲含厂商讲好啊，这真正起价真正有够含的含，恁想袂到的吼，真正无我甲卖只济年来，我都搁也卖落呀，我一只公司写只，以后你电话只买袂着这啊，好，这过来卖你300，我无趁钱，我当300了，啊，搁甲你起起，我嘛无来啊啦吼，甲你起起，我嘛无来，搁起起，无来，搞剩2包了。 一包买买，我剩5寸，应该剩无偌济啊啦，收起来。迄起的真正，迄无法度搁起去啊。我搁伊甲我起，我甲你起，我嘛无来啊啦，吼，我写只啊。我看剩嘛剩偌济。我剩5寸，61包啊，吼，遐卖了就无卖啊。来，虾仔起来个，干贝起来个，拢卖好个，来拢卖好个，来拢卖这都无卖过啦，拢来，来。 来，我来讲一下，即个基本的，像我先囡仔来哦，即我厝头到尾拢我，我先卖卖，因为人家己话我先卖卖，来。
有人要食干贝无？我的干贝干来大粒干来甜尔，我人过年时啊一斤拢卖十几箱哦。哦，来是迄收着，这个大粒无恁家己讲。我的干贝干来大粒搁带甜啊，你尝看嘛，这一包半公斤，不是300克，250克，我这一包500克个啦。啊，大包就对啊，200外啊，行情吃1500啊，唔免1500，唔免1200啦。我全部招五个人去搞买干贝，省下钱的大粒的1000多啦。你只要真着啦，这其中一个人卖低，你起来还我1500怎么吃？我一包够你啦。来啦，全部五个人去吃干贝啦，1500怎么吃干贝？有人要吃干贝无？1000咯，1000，干贝人要吃大斤的1000，冰起来怎么吃？来，我一包够你啦。一个人加3斤半，3个饼是好啊，开1000咯，1000。来干贝，最后一个人加钱啦。最后一个人计钱，你若计钱来啦，不爱闹啊啦，三个人计啦，过年过啊，送好啊，1000啊，报名去啦。对，两个啊。最后一个1500上面去啊，干杯啦。我纯觉1500上面真正无啊，1500上面吃1000，个人啦。吃。无。看人要吃虾啊，大。哎，你妈做边啊，先甲斗三斗者，伊要甲下两个萝卜糕皮，咱无萝卜糕皮了，我好花时间无落去个。他做你先甲放喺头前，我袂歹哦。下斗回收，来到人要食我菜头粿上有名萝卜糕，一人加200冻的300米啊，我变新价钱的150了。有人要食菜头粿无？萝卜糕，150块人要食菜头粿有150，很贵我看有卖。我就明白啦。来，有人要食菜头粿无？150，来甲我报嘛。150块人要食萝卜糕无？150。我的菜头粿真着会吃个哦，你食看卖哦，真正。150块要食无？150萝卜糕。150，来2包。最后2包了，咩啊？一千五先留的啊，剩这2包啊，百五直接走。好啦，无紧，萝卜糕无重要，就离果冻遐落。有人要食虾啊无？你若要食啥，尽量讲啊吼，其实嘛，全部都黄金第二价格，小块放价格啦啦的，现在快速多的。花椒鸡啊？花椒鸡啊？对啊。那我你敢食了？4包那我你。啊？来，马来西亚，我是甲你讲啊。我甲厂商叫150箱，6、2、1、4包就好啊，我紧啦，4包上可以咯，绝对好。我甲厂商叫迄个6杯装啊，吼，爱二月中海到。即摆从我公司存即个12批较细只，啊，当然较细只，我人叫我上，我嘛是袂忍受。啊，6只啊，大杯装啊，二月中海到。啊，同款产地马来西亚，啊，本来我也无卖啥物印尼啊、越南的，我拢是人卖马来。哦，马来迄个信用好，那你要食马来12批的迄个马来炒的，先加钱，干来切干来点尔，唔免就先开800，来500上面食500块。那咱要食炒的无？12批的500，块，咱要食炒的500块。500块。三地同款出面啦吼，干来大细只有面尔啦吼，来我这只比较过好哩啦，炒的拢无俗啊，讲真嘞啦，炒的啦，我只要搁送你，我另外卖你500只鱼啊，我买无啦。来啦，只要搁送你啊，3块你啦，我只要卖你100几块，唔免1000啊，500就好啦。来炒鱼，咱们只要500块啦。来个，我只炒鱼无，只要一个500。大哥来，过来。无，收住。大伯无。真正甜啊，真正甜啊。来过来哦，来只。来啊，咱们食这个。来，腿排啊，腿排啊，还有啥物？猪排拢起个，来，这我来讲，无啊，你要啥？无啊，你要食多啊？来，即要食300了哇，即退冰食起来了哇。有人要食烧火饭的无？300块。300，一包，即拢免煮，即一个白醋温的就当食啊。来，一包搁送你，只要加3包。你再来去找店看，看一包100块到无？你家己看。来，你先加钱，我一包嘛不爱卖啊。4个人叫了哇，一包搁来啊。来，先加钱300哇。来，300块上面食烧火饭，退冰温白醋了哇，300。300块够要食无？300块。好啦，一个我不爱卖啊。我卖你2包啊，好无？先加钱先了，100落来，互你算，100块落来，1包的2包，真欢喜啊！今仔日尔，2包100，今仔日啊，100块落来100，上好恁尔，恁绝对买袂着的啊！2包100个要借啊，100块。是啊。这边就当借啊，100。两个三个啊。你莫把我计计少，我是唔是安尼卖啊？我是讲要上好恁的啊。还是啊，我包上好四个啊。100，这你若要来搞买，就是4包3包啊，这固定的啊。欢喜就好啦，凊彩啦，最后这2包是100几重要。来好啊！来。火腿肠几啦？火腿肠来，分只尔。这火腿肠一包偌济？1包3斤半，7.5，鱼翅包会看的火腿肠，卖讲7.5，卖讲我咧开6.5，先加钱的鱼也无落。然后人家鱼翅包会放个火腿肠来无？200，这大包3斤半呀，内底料干咧满咧啦。来收钱。最后三个鱼也无要食无？200，鱼翅包会放个火腿肠，鱼也无。拢有啊。后来你听我讲，靠腰才够4包，
一百个要吃了无？到尾才搁四百个无看。好，这四百了。我你后边，我十倍，我你后边。五百倍啊？你要啥？五百。